欸，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四个鸟，四个鸟。哦哟，你又哦，你又偷藏东西。哦哟。四颗旋钮，真的只有四颗。欢迎回到 Bob Channel， 我是狗狗，大家还好吗？希望大家的身体都健康。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一颗 Source Audio 的 C4 Synth。C4 Synth 是 Source Audio 把一个经典的模组化的合成器叫做 Eurorack， 把它浓缩成这样一颗小小的轻便式好携带，那上面也不会有太多像是我们熟知的那些合成器上面有很多的调整钮，很多的插孔，没有，那些都没有，它把它就是浓缩成这样极简单极小颗的效果器。这颗效果器可以存六组 preset， 只要搭配 ALT 键还有中间的这个小小的 switch， 就可以在六种 preset 里面快速做切换。我非常的建议大家，如果在玩这颗的时候，先不要管它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六组 preset 代表的是什么样的音色，都不要理它。上面的除了 input、mix 这些是比较好懂的之外，其他的这个 Control 1、Control 2 到底是在控制什么东西，你先不要理它。插上吉他，插上音箱，踩下去，好好的玩一下，享受一下，感觉一下每一种音色，或是每一种控制上的变化是在哪一个部分，好好享受。你会得到很多的乐趣。回到控制版面 ，input mix 代表就是你的 input 的音量或者 input 的 gain 值，然后 mix 就是你的干讯号跟湿讯号之间的平衡点。好，有趣的来了，大家看到这一刻里头会发现上面有两个东西叫做 control one 跟 control two。它到底 control one、control two 到底是在控制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看看它的副的小卡，如果依照之前 Source Audio 的脉络来看，这张卡片会给我们一点基本资讯。好，Variable knob depending on preset， 就是没有要告诉你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根据每一个不同的 preset， 你的 Control 1跟 Control 2会有不同的功用。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蛮建议大家在一开始玩它的时候不要太理它到底是控制什么东西，转一转享受一下就好了。但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知道 Control 1跟 Control 2到底控制的是什么，又或者它里面到底还有多少的可能性，那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下载它的官方编辑器，不管你是手机版本也好，电脑版本也好，只要插上去接上 USB， 它可以带你进入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大家应该可以从画面上看出来，当我们打开编辑器以后，会发现里面的参数的数量、可以选择的东西、可以调整的东西，远远远远的超过了上面的四个旋钮。所以说，如果真的很有兴趣，那你可以用这个来做更深入的调整。但是如果只是想单纯的享受，我觉得 C4 Synth 这一颗效果器它也做得很棒，你可以很容易的调出好听又好玩的音色。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用这颗 C4 Synth 调出的四种音色，大家听听看。第一种，
第二种，第三种，然后是第四种，以上四种音色都是靠这一颗还有它的官方编辑器去做调整，调整出来的音色。但是如果您对合成器并不是太熟悉，或是对它的运作不是太理解，那可能要花您一点时间，但是好好调它很好玩的。总结一下， Synth 合成器这种效果器其实对于吉他手或者是乐团来说，它不一定是一颗必要的效果器。所以啊，如果您今天在找的其实只是破音或者是空间系，那可能这颗 C4 Synth Source Audio 的这一颗效果器可能就不会是适合您的效果器。但是如果今天您对于你现在的弹奏有点卡关了，或是在对于声音的创造上是有一点被限制住的感觉，那我非常非常的推荐这一颗。原因是因为只要经过了这颗效果器，你的吉他会发出一种跟你认识的吉他完全不一样的声音。当然啦，你也可以把它调成是你认识的声音，只是你也可以把它调成是你不认识的那一种声音。所以我们在听到了这些不认识的声音，或是对我们来讲是完全全新世界的声音的时候，或许还可以带给你另外一种启发，然后帮助你有不同的灵感，或者是在创作音色上，或者是你的歌曲中的丰富程度上，我相信它应该都会有蛮大程度的帮助的。如果对这颗效果器有兴趣，或是对 Source Audio 效果器有兴趣的人，你们可以联络看看台湾的代理商海国乐器，问问看家里附近有没有哪一家乐器行有做 Source Audio 的展售，那可以去玩玩看。那跟之前的影片一样，我强烈的建议大家在去之前先把他们家的 Editor 先下载到手机里，或者是你要带你的笔电去下载到笔电里都好。原因是因为只要插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打开这个效果器，或者是 Source Audio 加其他效果器里面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它会很好玩，真的相信我，它会很好玩。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喜欢我们的话，请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身体健康。我是狗狗，我们下次见。